小张你好。你好。你早上吃的什么呀？吵吵闹闹的，然后明明就彼此已经很不舒服很不爽了，还继续的维持着。所以如果太多的约束会让大家心很累，如果太多的要求会让爱人很疲惫，对于你们两个来说，其他的都先放一放，最重要的就是四个字，心平气和。祝你们幸福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谢谢老师。